出来了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哇，出来了，越来越多。超美的，这个好大哦！哇，美美美，超级美，开心！超漂亮的，哇！悉尼的烟火还是很美的哦。全世界第一个进入2024年的地方。这超厉害的。极了！哇，这个超大的，漂亮漂亮。是彩色的烟花耶，你有看到吗？超漂亮的。超美的，哇，太漂亮了，运气超级好，居然从楼上就看到悉尼海港的烟花了，开心开心。
真的，而且超漂亮的，有没有？而且我发现那个楼顶他们也在放烟花。超级美，这个有厉害的，而且是整个海港都在放。对，超厉害的。我们在山上，我们比较高，所以虽然我们并没有非常高，但是还是能看得很清楚，漂亮的。超级漂亮，哇，美美美。2024年要开开心心，要勇往直前。要更靠近耶稣，爱你哦。哇，美，超级美。超级美，哇，超漂亮的，美美美，太美了。你有闻到吗？啊，我没有闻到哎，怎么回事 ？COVID 的后遗症，去年到今年，怎么回事？哇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2024年要保持好奇心，要继续探索世界，追求自由。美，这个烟火设计师真的很厉害。希望我的相机能够拍出来这个美景，但是我觉得镜头里面没有办法完全记录就是这个美貌。
下来像失火一样。放了十分钟，整整十分钟。哦，是哦。哦。还有一点。这边我们其实也有，但是我们这边我们正好这个阳台这儿有一棵树，所以就看不到后面，只能隐隐的看到一点点，有点可惜。但是这边的已经非常漂亮了。现在就是这个大楼的前面还在继续放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大楼它里面也装了很多的那个烟火。哦，又开始了，又来了，哇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朋友们，超级美的。哇，好漂亮啊。太美了，结束。是吗？已经没了吗？是的。你怎么知道还有没有？12分钟长。哦，可是2024年不应该是24分钟长吗？没那么多钱，把酒不够。哦，这样的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好像烟火已经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祝大家2024年新年快乐，然后有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，就算不能实现也要开心，拜拜，爱你们哟。